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好，我是 Henry， 我是 Roger， 咁我係細佬啦，我係哥哥，知唔知啊？我真我係親兄弟。咁我哋今日帶啲歌，大家分享，亦都好高興喺度，即係可以為YC 咁樣一個好有意義嘅關於關懷兒童嘅一個比賽，視頻比賽嚟到做嘉賓。咁我哋帶啲歌嚟。今次咧，我哋第一隻歌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我就覺得同笑點都有關係。咁呢隻歌叫《黑膠人生》，咁其實呢隻歌係關於黑膠碟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哋講緊黑膠碟裏邊，其實承載有好多豐盛嘅生命，就好似我哋今日嗰啲相啊，你哋大家見到嗰啲好多黑白嘅相啦、彩色嘅相啦，其實裏邊都承載咗好多社區裏邊嘅生命。咁所以我哋即係我覺得呢一隻歌咧，即係關於藝術，咁涉及咧一個好即係崇高嘅藝術嘅歌，藉住呢隻歌，希望大家可以帶到去呢啲圖片、呢啲相片嘅當中，感受到攝影者個心意，正正係我哋做音樂嗰種心意喺黑膠碟裏面呈現一樣。好，咁我哋不如事不宜遲，送呢隻歌俾大家，《黑膠人生》，thank you。这一刻的我仍然是最初
世间无错，都应我为何？
再奔波，匆匆岁月过，真得到有几多？每日因住我的心。支持我哋今次呢個文章外攝影比賽嘅運動，多謝大家，多謝。